大家好，听我来讲巾帼英雄的故事。梁军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，全国劳动模范，最美奋斗者。1962年发。拖拉机手，多公斤粮食。1949年10月，梁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50年6月，以梁军的名字命名的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成立，她和助手驾驶拖拉机的彩色照片刊登在《人民画报》第二期封面上。作为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，她还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。梁军的故事还被编进当时的小学语文课本中。在他的影响下，很多年轻姑娘都把当一名拖拉机手作为自己崇高而光荣的理想。